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把我家的玉米打一下，这是我家今年全部的收成了。哈四儿，去把鱼给我寄吧。中。好了。来吧，开始弄吧。嗯。弄两个再去照亮它亮的绿线。我也照了水泥进来了。嗯。嗯。照亮一些，照亮一些，点亮就就。呀，这做这趴成了块了。走了。是他。我操。他这不会试了。哟，这样就趴大了呗。嗯。你种过去就慢一点。啊，照相了。嗯。直接不种了，就在买新的了。我去吧，我就去接麦去。嗯，我想念那大姐了。走。这不行。我换几根扶着。不用，我一会儿就换。好了，白坏了。哟，这还行了哈。这下可就麻烦事太多了，麻烦事。哎。麻烦事。没事没事，我一个人就背下来。妈好，我放上去，火撒进去也是就好了，咋就倒鱼说哈快嘞？这个今天运动吧，咋比赛？哎呦，我那热死了，还我比赛嘞？赶紧啊，开始了。中。后来就做家里话，还有手片，动物片这些这种像素的工艺工活儿。中。剁夹心吧，剁夹心咋个样？吃鱼肉面馍也好吃。中。咱比赛开始吧，开始吧。不过这比赛不公平，我在太阳底下嘞，太阳底下也不影响工作哈，不要找理由，开始。嗯，但的确比我倒了鱼数多啊。不是，的确比你倒了多，那是酒比你倒了多。宾馆了，酒也喝水吧，宾馆了。宾馆了，就喝点水。嗯。热死。那些家下午就把我约了宾馆了。我去买点凉菜啊。中。